好，来，在这一边呢，这一题是那个课本里面的 intensive practice 的题目。他说 intensity of sound in decibels 用这个 formula，然后 d 呢是 an intensity of sound in decibels，然后 p 是 intensity of sound in watt。所以你要看哦，这一个它的这一个 d 的呢，OK。它的单位是这一个，然后放在这一边，然后过后呢，我的另外一个，然后不要紧，来我们这边就用看单位的，这个是 d 来的，这个是 d 来的，然后另外一个呢，它也是 intensity，但是另外一个 intensity 呢，它是 in watt 的，OK，so 它的这个 p 是 in watt 的。然后它的 p not 也 in watt，OK，、okay? 然后它的这一个十 to the power 减七 watt，OK，、okay? 好，来，在这一边我们有第一样东西是那个 water pump hot water pump 是这一个，然后它的 hot water pump。OK，然后过后呢，我们还有这一个，洗碗的 dishwasher，然后还是 dishwasher，OK，、okay, 来，我们这个时候开始，他在这一边呢，他说 hot water pump 的 V 等于50的时候，OK。它的这一个 p 是10 to the power 减七，所以我把它这一个放进这个 equation 里面，就50等于10 log 10，然后10 power 减七 over p naught，然后我就可以找出我的 p naught 了。OK，这个10除过来的时候越减，然后剩下5，所以我的5呢会是 anti log，然后10 power 5。等于十 power 减七 p naught，所有的 p naught 等于十 power 减七除十 power 五，等于十 power 减七减五，等于十 power 减12，这个是 A，知道。然后接着呢，它的 B 的，它讲 determine 的，那一个 what for the dishwasher。And the hot water pump. Okay, so 在这一边的时候呢，我的什么 dishwasher 它是62哈，它的 d 等于62，我找它的 p 啊，所以我的这一个62等于10 log 10 p over 10 power 减12，OK。So，在这样的话呢，我就除下来我的6.2等于 log 10 p per 10 power 减12，所以我的 p over 10 power 减12等于10 power 6.2。OK，我替上去这个10替上去，所以我的 p 呢会是等于10 power 6.2乘10 power 减12。然后它就会变成6.2加减12，6.2减12，OK，然后它会变成减5.8，减5.8，十 power 减5.8，然后在这一边呢，它的 dishwasher 的 p，我们那 hot water pump 的 p。它都已经是给我们是舌头包减气的啊，这个的 p 是water pump 是舌头减气，所以可是它的答案是31:25，我们通过31:25呢，我就发现到，诶，这个是应该是题目，所以它其实我看马来文版，它要的其实是 ratio of，OK。So ratio of 的时候，我的 dishwasher 的这一个是p for dishwasher 比 p for water pump
会是等于P for dishwasher 是10 to the power 减5.8除10 to power of 那个是减7，然后我在计算机这边按 10 to the power of negative 5.8，然后下面这一边是10 to the power of 减7，然后我拿到的是15.84。15.84，15.84的话呢，它这一个不等于那个课本给的31:25啊。然后，如果我要拿到课本的31:25的时候呢，它如果这一个如果给我自己做的话，我可能就是什么15，当它是接近于16吧，这样接近于16:。就接近于16，然后16就16:1，所以我拿到的是其实是16:1，它不等于31:25。31:25的话呢，我要拿到31:25，我反推的话呢，这样应该是要把它改成是 in 那个the。OK，就是他要的是那个 decibel。OK。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，我的 D for this wash 比 D for water pump 的话呢，它是62:50，我都是二的倍数，我除五，再除二，就31:25，那我就拿到它的答案了。OK，好，来，所以 C 的这一边他说。超过100的，OK，超过100万的，这一个万的东西呢，它是属于青色的这个 P 来的，OK，所以在这一边超过100的，就是 P 超过100的，然后它就会让我们的耳朵痛，然后 minimum sound that is considered painful to the human。所以就是我的 P 等于100的时候，我要找出我的 D 等于多少。所以在这一边它就非常简单了，D 等于10 log 10，100除以10 power 减12。OK，so 我可以直接按计算机啊，在这一边我的这一个就有10 log，然后100。十 power 减10，然后拿到的答案是140。OK，为什么是140呢？其实我不用用计算机，我也可以拿到的。这个是十 power 二减12，然后它就会变成十 log 十 power 14，所以十乘14，然后等于140。好，这个就是它答案了。